蟹，然后伊尔奈的学生，我来的苏轼是哈兰球队的，总比分是38-27，然后自己拿了15分，应该是全场最高分。我的队友 Ashton 也拿了15分，跟我一样。就希望以后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篮球队，然后安排更多的比赛让我们去打。我为哈罗篮球队代言。我是 Ashton 徐，我来自 Year 10。我们周一是客场作战，我们这次交流赛收获了很多。我们下一场比赛是在11月20号，就是下下个周一，记得来看我们比赛，给我们加油。我为哈罗篮球队代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ear 10的 Jason 胡。Hugh 同学和我们 Y10的 Ashton 同学，他们两个是我们球队的主要得分手，特别有的领导力，怎么样去进攻，怎么样去防守，带给我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大家好，我是哈罗篮球队的一员，我的名字叫李优正。我觉得我们篮球队的每个队员都特别特别厉害，也有团队的协作什么的。下场比赛是11月20号，然后呢，我希望我们能